见过王爷，你一定好好保重自己。 王爷，你一定要平安的回家。 话说，当今天子的玉帝，九千岁康王，被金营扣押作为人质，欲知加害。九千岁见势不妙，赶紧逃出金营啊！金兀术得到消息之后，立刻带人马是紧紧的追赶。那赵构。 一口气跑出去了几十里，把骑来的战马都累死了，还继续逃跑。可是金兵追得越来越近，金兀术气坏的是暴跳如雷呀，小儿赵构，你休想逃走！可是走大道，金人追得快，没办法走小路，登了山坡，翻山越岭，往北跑。 此时金兀术看得清清楚楚，嗨，小儿赵构，今天上天追你到凌霄殿入地追你到水镜宫，要叫我抓住我，将你碎尸万段，你还是给我回来！九千岁心的话，死我也不回来，喝出去了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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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来到山下，闪目一瞧啊，大吃一惊啊！ 怎么？前面有一条大江拦住了去路，江面上波浪滔天呐！哇，一只船也没有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前边大河拦路，后有金兀术追赶，这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这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眼看金兀术来了，突然就在旁边的小山坡上。 出现了一人，此人大喊一声：“嗨，康王千岁，不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某驾到我了。”紧跟着，一匹马冲下山坡，来到了九王千岁近前，马上之人跳下坐骑，千岁受惊了。 康王闪目一瞧，哎呀，乐坏了，真好像斗大的明珠落在怀内。来的谁呀？正是老英雄周同的大徒弟，当初五合掌枪挑响梁王，相州第一勇士岳飞，岳鹏举。那岳飞。 暗中保护康王来到金营，方才是抵挡追兵，来迟了一步，让康王先到了江边。千岁，请您上马带我抵挡追兵。哎呀，将军呐、啊，你把马给我，你怎么办？不要紧，您快走吧，快点儿。说着，一扶康王，康王帮个人蹬，乘胯坐骑。岳飞照定马后丘着，打立着。 这匹马呼儿呼儿暴叫，咚，跳进夹江，随后扑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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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往对岸游去。就在这阵，金兀术带的人马已经赶到了切近，岳飞一回身，嗨，站住！啊，金兀术一看眼前站这么一个人，二十多岁的小白脸，人不惊人，貌不压众。 敢惹我这铁骑将军的，哇
你是何人，甭管什么人，反正你不能过去，押你找死。杀！一员大将提马来刀，切进手中，大枪一抖，还扎来个夜叉探海。岳飞在部下，他在马上得来个大探身。岳飞一看，来得好，一看枪，奔前胸扎来了，猛一闪身，越过枪尖，越过枪挡，一伸手，砰，把枪杆抓住了，往怀中一带，还。马上这员将啊，以为岳飞是个小白脸，没那么烂力气，还往回一躲，哪知道岳飞力大无穷啊，叭，这枪可就倒在岳飞手了，随后叭一掉个，枪头冲前，还炸。你说这员将死得多冤呐，还没等明白呢，啊，一个大场门，这一枪正扎在哽嗓咽喉啊，大叫一声，翻身落马。岳飞抬腿蹭蹭枪尖的血迹，随后抡起大枪，呜呜，像车轮相往啊。再看这几十人围着岳飞转来转去，像走马灯一样，那岳飞蹿蹦跳跃，闪展腾挪，真如上山的猛虎，下海的蛟龙啊，把这几十个人打得滚都滚，爬的爬是哭爹喊娘啊。来人，哎呀，气死我也，禁不住心的话，就凭这么一个小伙子竟然抵挡我这么多人，这还了得，来呀，给我开弓放箭。此时岳飞一边打着，用眼角的余光扫着，干嘛呀？他在看呢，康王千岁。一看康王千岁已经到了夹江的中心，马上就过去，凋零箭已经够不着了，一阵大笑，哈哈，金兀术啊，毛家也走了。说着虚晃一枪，噌，跳出圈外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跑到江边，绕到河里，走进西凉湖。又来在这儿，好，这边有请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众位等一等啊，那我过去看看。好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哦，秦大人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先生你好，先生真是京城第一名嘴啊！刚才那一段说得十分精彩。不敢当，还请大人赐教。不过呢，康王乃是王室贵胄，文武双全。你把这功劳全都说到岳飞的头上去，这样做是不是有些不妥呀？哦，是是是，大人言之有理。是。各位书客，刚才您听那段书啊，是我杜撰出来的，现在才书归正传。话说九千岁康王逃离金营，来到了夹江，闪目往前边一看，呀，夹江江面很宽，水深浪急，波浪滔天，哇，后边金兀术数千兵马眼看到江边，哎呀，这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康王急坏了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呀，只见小山坡上出现了一匹白马，这匹马太漂亮了，铁之背高八尺，头之尾长有丈二，大皮碗细齐穗，刀楞脖，竹签小耳朵，水桶脑袋瓜，眼赛铃铛啊，西流声暴叫，龙吟虎啸，马挂威武铃，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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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到康王千岁近前，咯噔，他站住。康王一惊，啊，哎呀呀，白马白马，难道你要救小王吗？这匹马打着响鼻儿，
哎呀，马通人性，谢天谢地。再看金兀术已经到了，康王急忙搬鞍认镫，乘胯坐骑。这匹马真神了，腾空而起，西楼暴叫，像龙吟虎啸，唰，马跳夹江。嘿，生息街屋连个水花都没溅起，紧跟着劈波斩浪，唰唰唰唰，就像啊在江面上啊飘过去一样，很快来到了对面。康王一看呢，长衣襟湿了，他想把衣襟拧一拧啊再穿上，甩凳下马，脱下衣服拧干了换上。那匹白马是踪迹皆无。这幅江山万里图，朕多年迟迟都没有把它画完，遇到构思上的难题，朕有时会埋怨太祖、太宗皇帝，为什么打下这么大的江山，让朕画这么一幅图都难。现在可好了，一座座城池，一片片江山，就像送给金人的礼物一般，说丢就丢了。你们说，要你们有何用？父皇，都是儿臣做的不好，让父皇忧心了。你哪里做的不好啊？啊？要说做的不好，是为父我做的不好才对。我留给你的江山不稳，留给你的大臣不才呀。你说一说，老百姓都是怎么说来着？奸臣当道，奸臣当道，哪一个是奸臣啊？你们说，哪一个是奸臣？你说说。启禀太上皇，臣以为满朝皆是忠君之臣，那为何有今日之局面呢？照你的意思，是我们父子的问题了吗？不，臣不敢，臣不敢。今人是虎狼之躯，蓄谋已久，大宋猝不及防，才会到如此局面。你之前不是说只要不断纳贡就能换得天下太平吗？不不不不，可今人是贪得无厌，包藏祸心，他一心想踏平中原呐。那为何没有人跟朕提起过？个个告诉朕的都是天下太平，四夷宾服，都在骗朕。你们都是奸臣！请太上皇恕罪，请太上皇恕罪，臣罪该万死。皇儿，你说，老百姓口中的奸臣，到底是哪一个？父皇，宰相乃百官之首。我看此事你应该问蔡大人。你说吧。说。李刚。是李刚。如果不是他死命抵抗金人，金人不会大举进犯，打到汴京。太上皇，你要明着，我要是不抵抗，朕现在就在阴曹地府了。太上皇，既然你说不出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奸臣就是你。皇上，太上皇饶命啊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！太上皇饶命啊！太上皇饶命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太上皇饶命！饶命啊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。父王，现在该如何？现在该如何？你去问李刚吧。大宋若有忠臣，何至于此啊？
京城被围三天三夜，不解汴梁之围，就会城破家亡啊！敢问宗帅，我们现在募了多少兵马？万把人马。京城被围数日，救援之策不可缓，还需速速派兵啊！小王家眷聚在城内，小王心切，不比宗帅少。可是，康王，你有何忧虑啊？这万余兵马，空有热情，未经训练，万一真的遇上金人的金戈铁马，简直是以卵击石。更何况，父王已经下了降表，万一我们妄自出兵，激怒了金人，你说？哎呀，京城已被金人所控制，皇上的降表是被迫无奈所写的，那是他们的缓兵之计，不能信呢、啊、所以还要速速派兵啊。将孤兵寡，难成意外之功。那出兵所向，请康王明示。审夺形势，料夺彼此，未得利变之时，不能妄自动兵。
四太子处置。 大事者，应该胸怀大志，富有良谋，尚能洞察宇宙之妙，下能吞吐天地之机会，这是你们汉人说的，我牢记在心。而你们汉人在上书中说过：“完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这些东西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 你们说，我要怎么处置这些东西？杀了！杀了！不要！不要！这些字画全给我烧了，这些石头通通给我丢进黄河里，最好能填平了，我们进军的金戈铁马可以走得更平坦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啊！ 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！不要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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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赎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马万匹，布锦1000万匹，将燕云二帝所有人员遣返原籍，请华山、太原、幽州一带。 所辖所有地区以及人员，划归大金。小儿所为，比千古讥笑，万世骂名。把他拉下去。是。丞相。这个朝廷上，除了你还敢大声说两句外，恐怕就没有第二个人了。但我要告诉你一句，留下千载万世骂名的，绝不是我金兀术。 而是你这两位皇帝，我呸！今日顺从，明日富贵。我见你这把岁数，想必父母年事已高。在座的各位，只要愿意顺从我大金的，即享高官厚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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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忠君事主。 不父顾家，庶子不足与猫也。来人，拉出去砍了！皇上，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后面的，走。 走！快走！
没想到那些奸人竟然如此卑劣不堪，怎么办？难道我们就如此听之任之吗？宗泽，赶紧派兵救回两位皇上。殿下，两位皇上都在金人的手里，不宜大动干戈呀。那怎么办呀？难道让那些金人把我的父王还有娘亲掳走吗？云飞，在，你立刻率兵渡河解救二弟。末将遵命。岳飞，救援军府就全靠你了，行事务必小心，千万不要让金人加害小王家眷。请王爷放心。王爷啊，快起来！王爷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啊？我刚刚做了个噩梦，我看到伊儿被金人，你说会不会？哎呦，王爷呀，这梦里的事情一般都是反的，您呐不用啊太担心了。王爷，请您喝杯水压压惊吧。啊，王爷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汴京被攻破，二圣被俘，金军大获全胜，他们押解大批战俘北归。在战俘里不光是二圣，还有赵姓的宗亲以及许多大臣，除了九子康王赵构在外，秦王幸免于难，余者全部被俘，并拉走了很多珠宝玉器，就连礼器法物以及教坊的器乐，还有八宝九鼎、混天仪、刻镂铜人、州城府县的地图啊、宫中的侍女啊、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技艺工匠等等，一个不落的全部运走。
不想磕头。姓钱阳礼。这是我们大金特有的受降仪式。恳请圣上能放我们回去，只要我们能够回去割地配银，我们什么都愿意。若圣上能让我族人通通返回，我即便俯首称臣也心甘情愿。俯首称臣？你配当我大金的臣子吗？大宋原本在中原雄踞一方，可是到你们手里却是穷奢极侈，滥增捐税，建宫殿，修园林，历朝历代积攒下来的财富却被你们挥霍一空，搞得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在你们眼里，除了古玩美玉、书法字画，何时有过黎民百姓？大宋到了今天这般田地，并不是我大金兵力强盛，而是你们二人昏庸无能。听风，将风召集，为昏德公。将风召还，为众昏侯。谢太宗皇帝，谢太宗皇帝。皇上，这东西，这是人吃的吗？
是。雄心壮志都哪去了？留下这条命，将来才能有所作为。不管什么样的遭遇，我们都要活着。鹿死谁手还很难说，你我一定要见机行事。帅册封宰相张邦昌为大楚皇帝，令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地面，大宋朝从此改朝换代。哎呀，我这回呀、啊，那是死里逃生啊！哎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金人在汴京大肆掠夺，早前还立下张邦昌为大楚的皇上。这老头子胆小如鼠，怎能立他为帝？我大宋的江山岂能旁落他姓？金人这么做就是想立个傀儡皇上，想让他日后啊暂时统治中原。他非赵氏后人，何以服天下？是啊，所以百姓不服，民心不安，我们得立新的楚王了，才能光复我大宋江山呢。 拥立新主，汪大人心中可有人选？如今能马上登基的只有九王爷呀。小王，